当你站在就业的十字路口，不知如何选择的时候，当你深陷情感困惑，不知如何面对的时候，当你身处竞争激烈的职场，不知如何脱颖而出的时候，当你迷茫在艰难的创业路上，不知如何坚守的时候，每天力邀成功人士分享人生感悟，与您一同成长在路上。蒋佩蓉出生于台湾，曾担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中国总面试官，教育专家。孩子也很会挑拨是非，我们常常会发现爸爸已经明显说 no 的东西，他会再来问我一次，然后我不小心说 yes， 然后他就很高兴。他从一名优秀的职场人士到专心在家教养孩子，对角色的转换他有着自己的感受。要是我今天没有办法把自己弄得比较快乐比较充实，当孩子回来要大垃圾的时候，我这边就没有地方倒了。他生育了三个男孩，对如何管教孩子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和了解。我们家有适当的体罚，所以我们有一个工具，我们从来不用我们的身体还是手来惩罚孩子，因为我们要孩子一看到我们身体，我们的手就连接成爱的工具。本期嘉宾蒋佩蓉和您分享如何经营婚姻。教育好孩子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幸福的婚姻啊，因为在一个非常不幸的婚姻里面也很难谈得好。那么如何让婚姻很幸福，首先我要想请蒋老师来界定一个概念，爱情和婚姻到底是什么关系？爱情是 love is a feeling， 是一个感觉，是个荷尔蒙的反应啊。当然你绝对不能否定这个化学的需要，你不能跟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在一起一辈子，但是我觉得真正的爱是你对对方有一个一生的承诺。像我们在结婚的时候，我们在讲 in sickness and health， 生病还是健康还是有钱还是对，我都是会跟你在一起。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承诺，当别人都看不起我的配偶的时候，我会跟着别人一起看不起他，还是我会站在他身边支持着他。所以爱情是一个承诺，不是一个感情，感情是循环式的，有时候我会很爱对方，但是有时候我很恨他。我们最近看了一个电影叫做《战马》，里面有一句很经典的，太太说我会恨你比较多，但是我不会爱你比较少。所以其实我们婚姻就是这个关系，我永远会爱你，但是我怎么样能够经营我们的婚姻，让我们能够适当的解决我们的冲突，然后把这个当成一个一生的事业来经营。但是也有这样的一句话哈，说这个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当只剩下这种非常熟悉的感觉的时候，爱情就会没有了吗？就是这样子，我们需要经营，所以我们需要营造一些机会，比如我们家里把这个结婚纪念日当成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我们都会外出。我觉得像酒一样啊，酒是越老越好的，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味道，你根本新酒就是尝不出来。我们结婚了这么多年，有很多酸甜苦辣在里面，是新婚的夫妻尝不到的。所以呢，只要我们刻意的为婚姻磕出一些浪漫时间，还是能够保留一些浪漫。所以我们有定时约会，定时约会的时候就是你该打扮的时候了，然后要求他帮你挑一些他喜欢看的服装，为他来穿衣服，为了他保持你的身材，然后为了他关注你的外表，那这个都是一些刻意需要做的，我们常常忽略，因为我们觉得不重要。但是我也有另外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每一次先生回来以前，他都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喷香水，然后点蜡烛，放音乐什么的。我觉得他很智慧，因为他先生是一个大老板，有应酬就想办法推掉，因为他喜欢待在家里。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继续维持这个浪漫感，是也是需要艺术跟需要花心血的，不是自然而然就会来的。我常常认为，要是一对配偶没有把最好的留给对方，就是没有在精心的在经营他们的婚姻。我婚前辅导我们的这个太太跟我说，你一定要保留一个 feminine mystique， 女性的神秘，你不能把你所有的东西都翻在她面前。所以呢，你在婚姻的时候要制造机会让她来追你，
比如他生日的时候，我跟他的老板串通，然后老板叫他去找一个客户，我就安排了一个在海边的一个旅馆，就设计了一个这个我们的度假时间。我先生老板就叫他去那个旅馆去见一个很重要的客户，然后他就打电话在跟我发牢骚，他说这个老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没有跟他讲这个是什么样的客户，就莫名其妙叫他去这个地方。然后我就说，哦，是不是 room number 这个房间？然后对方就没有声音过来。然后我说怎么样，他说我差一点翻车了，因为他那个时候意识到，哦，这个是我搞 的一个名堂。我们常常需要制造这种让他能够兴奋的机会，让他来追你。我们不能让我们平淡的生活就这样子过去了，我们需要制造一些高低让他也去兴奋，不然的话婚姻就这么几年就过去了。婚姻是很需要信任的，但是这个信任的度怎么样去把握呢？是不是要通过试探来测试？我们中间是没有秘密的，他也看见我为他牺牲了很多，为他心甘情愿地放弃很多，所以我不会去对他表达不信任，但是我会对自己表达不信任。也会看到一些，比如说会去翻对方的手机啊，查他的短信啊，甚至去看他信用卡的账单啊，这些行为你觉得是特别要不得的吗？我觉得预防这些不如把自己当成一个无敌的竞争者。为什么？我们也辅导过很多婚外遇的有第三者的婚姻，其实第三者的出现以前婚姻已经本身有问题了。我们原则也是一样，你把这个婚姻这个杯子你一直要除脏东西，一直要预防意外，为什么不时时刻刻把它充满好东西，多为他制造浪漫的机会，多为他感觉他是全家的英雄，让他体会到你们全家是很尊重他，很敬佩他。那他家里有得到这些满足，他去外面干嘛？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人总是喜欢丰富多样性的嘛，就他即便家里面能满足他所有的这个幸福感，他还是要去追求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呢。我先生是说这句话，他说我已经娶了这个女人这么多年了，到现在还搞不懂她。一个人你要搞懂他是一辈子的过程，我们一直在转变，一直在自我丰富化。要是我们一天到晚只在为了焦虑孩子，他烦不烦？他当然烦。要是我们一天到晚在转型在变样，我们有新的兴趣，他每次回来，哎，这个女人又变了。所以我们充实自己的过程，我们也给婚姻加了一些新的味道。那我先生是一个一天到晚要换新的环境的人，他会换电脑，家具会重新改变一下，然后换个什么东西没问题，妻子不换就可以了。但是也有这样一句话，婚前要睁大两只眼睛，但是到婚后呢就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为什么？因为婚前的时候我们会把最好的摆在对方的面前，婚后的时候就什么都不管了，什么缺点都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学的功课就是接纳。因为我先生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搞第三者多麻烦，因为要找到一个跟我有这么多年的历史，知道我所有的丑陋而且也接纳我的人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知道他太多丑陋了，那他也知道我太多丑陋。所以婚后我们会常常道歉，多多接纳，能够不去纠结的就不要去纠结。如果面临争吵的情况哈，你们会怎么处理呢？把问题当成我们共同的敌人，不是对方。情绪来了，处理情绪，不让这个过程脱轨，以后我们再去讨论这个事情要怎么去做，怎么去处理，总是会有退跟让的。在我们家我是愿意听他的，所以我记得在那个美国有一段期间，他公司发了很多股票给他，当时我就跟他讲，我们这个房债哦，你们是股票值得好多好多钱，就卖一部分然后来还债就很好了。他就说，哎呀，佩蓉，你不懂经济，房贷利息这么低，然后股票一直上升，我们多买一点股票，这样子就越来越有钱了。美国突然间股票全部都下降了，2000年的时候啊，所以我们手里的那些财富就突然间就消失了，啊，这个时候他好后悔，好后悔。所以有人问我说，当时顺从他，是不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笔很值得的学费。为什么？因为从那次开始，他有任何金钱的决定，他一定会跟我参考。因为他觉得我比较智慧。我觉得在婚姻里面我们需要看的还是长远的目标，为了婚姻长远的好，
我愿不愿意牺牲我眼前这个 be right， 就是让他来承认他是错，我是对的。当他承认了说，哎，我当时应该听你的话的时候，我不要跟他说，早就跟你讲不要讲，你怎么这么愚蠢？这个时候我们就该安慰他说，没关系啦，我也会有错误。我们的敌人是这件事情，不是对方，对方是我们的战友，不要忘记。我们最怕的就是两个人都是沉默的，这个就会有危险。如果两个人真的是吵架的话，吵出来可能会反而好解决一点。最怕的是那种冷战，是吗？就两个人谁都不理谁，也不说话，把问题憋着。对，嗯，在我们家是比较少这种问题，因为我先生会追问，追问到我讲出来。我们最怕的就是两个人都是沉默的，这个就会有危险。在冲突的时候，我们有两种性格，一种是追问，是一直攻击对方，一种是往后退。要是两个都是往后退的，需要帮助他们能够表达出来他们心里的感受。一般好，往往是男人不太愿意沟通，这种情况下，那作为女性应该怎么样去调和呢？在解决冲突这个过程，我们只能表达我们的需要，不要去说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要该说出来什么什么，我们就跟对方表达，我需要你这样子做，我需要你告诉我你心中的想法，我需要你帮忙我解决这个问题。那也要了解他们很不喜欢费很多劲在那边讲东讲西，因为我先生每一次都跟我讲说，你可不可以做个总结，不要讲那么多细节。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先生，他们也不想要做这么多的沟通，因为他们在单位上也很累，对，所以也要多体谅他们，为他们做一些总结。最好是在结婚的时候，还有在婚姻里面就养成一个面对冲突就直接去解决这个方案。其实解决冲突这个技巧，要是我们夫妻不能去学会怎么样去教我们的孩子跟他们的伙伴去解决冲突，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需要劝我们的配偶来配合我们一起去学习怎么样解决冲突。我们人都有一些最基本的需要，我们都有一个亲密关系的需要。要是我们在一个亲密的关系里面没有给跟取的这个行动，我们很难深化这个关系。所以我们要是要长期的要维持我们的婚姻，到了五六十岁，你的皮肤全部都皱了，你的外观也都憔悴了，这个时候你们还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的时候，你要往那个方向去培养。你不要看到眼前的还很年轻，只用这些手段，是一些外在的短暂的一些手段。我们需要培养一些真正的内在的真功夫来迎接未来。到了你五六十岁的时候，要做一个最幸福的老妈妈，不要做一个全部都是很抱怨，到了那个时候就说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这一类的话，这个是没有帮助的。如果是两个人发生了冲突哈，谁先妥协或者谁先去缓和这种关系，就说明谁就处了下风，谁就错了，这样吗？在我们家的规则是谁先道歉谁赢，因为谁的风度比较大。我觉得要是一个人觉得跌倒是一个很正常的生活的过程，然后我们不羞愧道歉就该道歉，我们就比较愿意坦然地去承担我们自己该承担的责任，然后也比较有成功的这个可能。要是我们一天到晚在憋着脸不愿意做第一个道歉的时候，我们会浪费很多很多时间的。有一次跟先生争吵得特别厉害，我就打电话给我这个朋友，然后很快的一群朋友就过来，然后男的就把这个先生带到房间里，然后女的就在客厅里面听我抱怨。抱怨完了以后，气差不多消了以后，他们就把先生带出来，好了，谁该先道歉啊，怎么样怎么样，就处理完了以后就 OK 了。在一个修补有第三者的婚姻的时候，我们需要两边都要回到初恋的这个过程，互相去追对方。您怎么看待在婚姻当中出现的这种第三者？如果出现的话，应该怎么样去解决？第三者其实不一定是一个人，因为婚姻的竞争者有很多，说不定我们的第三者会是我们的孩子，还是事业，还是一个嗜好，还是这些哥们。
所以我觉得当有一个第三者出现的时候，婚姻已经处在危机有一段日子了。第三者最好的预防者就是两个人非常努力的去经营他们的婚姻。当第三者出现的时候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首先要看已经走了多远了，对不对？要是已经走了很远了，说不定对方已经有另外一个家庭了，这个时候这个配偶愿不愿意把心回到这个老家，这个是一个问题。当我们发现要是两个人愿意再回来修补这个关系的时候，这个过程非常非常艰难，但是不是不可能，因为我们看过也辅导过。我们首先受害者需要了解的是，你有一个竞争者了，你不要去再去责备，再去摧毁对方，再去让对方觉得他很没有良心。对方已经知道他错了，在这个时候你有一个竞争者，你怎么样要把你的配偶从竞争者的怀里抢回来？你要让自己快乐，让自己美，让自己充满了吸引力跟魅力，那这个时候你就比较有竞争的能力了。所以在一个修补有第三者的婚姻的时候，我们需要两边都要回到初恋的这个过程，互相去追对方。那要是不是双方都愿意这样子做，那要救这个婚姻就很难。一旦丈夫有了第三者之后，他要选择继续维持这段婚姻，还是选择扫地出门把丈夫？要是这样子，我需要看看这个丈夫是怎么样，他有什么想法。要是丈夫愿意挽救这个婚姻，我会劝这个女的继续努力下一些功夫，因为在这个时候其实他的心已经很冷了，对这个对方已经没有任何的希望，但是因为他对孩子的爱，愿不愿意修补这个关系。我也看过这种关系修补了以后能够再次回到亲密，但是是需要很多很多功夫的。所以也有人选择就扫出去，扫出去你又面临了单亲妈妈还有单亲家长的问题，那这个也不简单。无论哪个选择都是非常艰难。如果说这个丈夫他都已经不再留恋这个家了，是不是女人也没有必要为了孩子继续迁就这个婚姻？在这种情况他们需要去找婚姻辅导了，因为这个已经不是自己两个人能够解决的问题了。那丈夫需要意识他要付出努力，要是他没有这个志愿，他不愿意付出，那也就没戏了。所以这种维持的方法我不大建议，我会建议妻子找丈夫谈，你到底要选择留继续努力还是要离开，你要做一个选择，不能两边都要，这个是不可能的。您会允许另一半有异性的朋友吗？没有问题。那他也允许我有异性的朋友，因为对方是最好的朋友，所以我们全家的一个风格就是什么事情都一起做。所以通常他要认识一个异性朋友，他都会介绍这个异性朋友认识我。那我也是认识了一个异性朋友，我会介绍他认识我的先生，所以我们中间是没有什么秘密可以保留的。最好的状态就是无论先生有什么心事也好，高兴的也好，或者是要倒苦水也好，他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你，而不是另外一个异性的朋友。对对，所以我们需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非常良好的倾听者。所以我常常提倡防火不要救火，等到救火的时候一定烧了一片，无论是亲子关系还是夫妻关系还是你的人生的哪一个方面，你最好多下一些功夫防火，不要到时候去救火。所以多投资让你的婚姻充满了神秘跟浪漫，在每一个阶段你都能够再重新点燃爱情之火，因为你们有一段历史了。